好，咱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啊，这台机器是索尼的 WM701C。 为什么称它为 701C 呢？是因为它在背面有一个杜比降噪 C 的功能，跟其他的像 550C 或者是 D6C 是一样的，它有杜比降噪 C 的功能，所以说它称之为 701C。 701C 的话呢，白色的版本就是整体浑身是白色的版本是比较贵的，相对来说灰色版本就稍微便宜一点。这台机器的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电池咱们已经放进去了，这个磁带咱们也已经放进去了。它的按键布局呢，这个是开仓按键、暂停、快退快进，还有正反面的切换按键，就是播放按键嘛。这边是旋钮电位器，还有一个DBB 的音效开关。701这个系列呢，还有 EX8085 都是用的这种排插，相对来说有一些不方便，得需要一个转换头来去给咱们的耳机或者音箱来去提供这个耳机插孔。来，咱们听一下那个打理后的效果。看见长夜已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这就是整体打理后的效果，播放状态非常稳定，这也得益于它两个通微轮运行非常的稳定。这边有杜比降噪B、杜比降噪 C， 还有一个磁带雷声选择。这个不动开关呢，就是单次循环还是多次循环。就这么简洁的一台机器，咱们听一下反面。效果非常的 OK， 走带非常的稳定。好吧，这台机器咱们今天下午给您发走。